在电视上又看到小 S 跳舞，他的启发吗？你知道多少人受我影响去学这个？他的头衔是世界运动舞蹈总会的公开赛，然后呢，他这次拿到的是青少年还有青年的单人拉丁双料冠军，哇，国标哎！让我们来欢迎郭品勋，哇，我的气势！哦，哇哦！你才14岁，好高哦！哇哦，你好大人哦！对啊，他这个气势怎么感觉像40几岁？我不会说你想象，也不至于，是说那个气势走出来就是完全是不像小孩耶，你跟小孩子一样吗？哦，讲话又变小孩子了。对，所以你学这个舞多久了？7年了。因为一开始是因为觉得衣服很漂亮吗？还是对，因为很想要穿高跟鞋跟蓬蓬裙，然后那时候在电视上又看到小 S 跳舞。哇！我跳舞的时候你几岁？7岁。7岁？是他的启发吗？就是有去看影片，然后其实那时候因为我学3个月就去比赛嘛，是，然后那个时候成绩就不好，然后就很想放弃，然后妈妈就有给我看你的影片。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，哎，哇，这样也可以这么有自信。对，不是，你知道多少人受我影响去学这个？哦，今天要跳的是伦巴加恰恰。对，那我等一下就是有个小心愿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能够跟我一起跳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。可是那个舞步我们有彩排过哎。没关系，我们简单的你一定会。OK， 好，我等一下你先表演，然后我看一下你叫我跳什么。You're just a good